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洗衣机电脑版，型号为 LG EVR 621-05301。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接线。首先接入的是火线，接入蓝色单插，接着接入银线，接入红色双插上面这一端，接着接入的是公共端，红色下面这一端，接着接入手搓，蓝色四孔上面这一端，接着接入排水，接着接入正转，接着接入的是净水，接着接入的是反转，最后接入的是水位传感器，打点员。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控制面板，这一边是用于控制电源键，最左边这按键是用于设置风干，这按键是用于设置按键音量，这个按键是用于设置水位，设置不同的水位，这按键是用于设置洗涤时间，接着是调洗时间，接着是脱水时间，这按键是用于设置预约时间，这按键是用于设置程序，这按键是用于启动和暂停洗衣，按下启动洗衣，洗衣开始，再按暂停洗衣。